干嘛？当你的电视啊。嗯。干嘛？哦，干嘛啦？干嘛爬到地上？没有嘞。这个要不要顺便？不要。那这个。这样是不好的哦。你要吃寿司吗？大人不喜欢啊。佐助呢？佐助不是有尾鱼寿司？虾子的。蛋的。哎呀，真对，你不喜欢黄色的呀？来啊！我超强了。你开始变讨人厌了。